我搬了，前两天我拍了我们搬家的视频，我现在给朋友们拍一个 home tour。不往前走了，因为小妞在弹琴，她穿了背心儿。看看妞爸，因为每次他们在这儿，他俩要打架的，所以说现在妞爸都搬到里屋了。看，这是小妞，现在是完全小妞的空间。这个是没有什么悬念的。看看我们家的厨房，碗还没刷呢，锅还没刷出来。噔噔，我们换了新的微波炉，微波炉是新的啊。然后噔噔，换了新的冰箱，其实也都是二手的，就是原来是我们楼下的，现在我们都给它搬上来用了，空间大了很多。刚刚看见我今天晚餐豆腐干豆腐丝还没放进去，放进去，放冰箱里。好，我们现在去看看爸爸在干什么。厕所和卫浴都不拍了，没有什么变化。好，现在这个是爸爸的房间。看见没，爸爸从那儿搬到这儿了。小妞弹琴的时候他就在这儿。 Daddy, it's coming here. Yeah. A little bit of peace and quiet while Saskia is, you know. 这是爸爸的床。 Daddy, is that your bed? Yeah. Are you happy with that? Yeah. That's the spare bed.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空调，现在天这个天我们俩在一起睡非常热，而且我睡觉是不喜欢开电扇，什么也不开，牛爸是没电扇睡不着，所以说他自己现在在这儿睡很舒服。好，现在这是我的房间了，看牛爸的衣服搬那边了，现在这个是牛爸的衣服柜子，我放到这里，我现在可以放文件。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小妞的房间。看，姐姐搬到楼下了。有网友说，大妞的房间给爸爸了，但是呢，爸爸的级别不够，现在是大妞的房间给小妞了。看，这是小妞的东西，小妞的桌子，小妞的衣服。这就是小妞的东西，这都是小妞的东西。好，我们现在下去看看大妞在干什么。好，这都是大妞的鞋柜，全是大妞的鞋，大妞的镜子。这里没有灯，这也是大妞的鞋。干嘛？你上楼干嘛？大妞的鞋，这都是大妞的鞋。这是大妞的小会客厅，大妞可以给这儿待客。看，这儿是还有一个柜子，现在还没有弄过来，给大妞放衣服的柜子。这是大妞的一个小厨房。好，这是大妞的卫浴和厕所，这也是有洗衣机，这儿有一个洗衣机，但是我一般不用它，我喜欢在外面洗衣服，因为不用搬来搬去了。好，这个是前两天已经拍过了，大妞的柜子。好，这都是大妞的东西，大妞的破烂也很多。看了今天我们家这个房子，这个 house tour， 朋友们，我们家这个东西都搬完以后，小妞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朋友们能猜出来小妞给我提了这个问题。好，现在上楼了。
看大牛也是乱码七糟的扔的。看大牛没换衣服就不想上镜要样子。大牛，大牛啊，你知不知道你妹妹提了一个问题给你妈？你能搬完家以后，你妹给我提个问题，你能猜出来你妹提了一个啥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住在下面。不对，不知道。你妹妹问哈，你和我是 Chinese， 为什么两个 Chinese 睡大床？她跟她爸爸是 Australia， 为什么两个 Australia 要睡小床？你妹问我是不是 racist？ 小妞问我。我和大妞两个人，我们两个是中国人，为什么睡大床？他和他爸爸两个人是纯正的澳洲人，为什么睡小床？小妞说我是种族歧视，这是小妞给我安的歧视口号啊。好，上来，我们再问问爸爸有什么想法。好了，上来，我们问问爸爸有什么想法。爹地。Your daughter asked me question after we moving around. You know what did she ask me? She asked, "Mommy and Pan are Chinese. Why two Chinese sleeping in the big bed? You and her are Aussie. Why two Aussie sleeping in the small bed?" She said, "I'm racist. I'm racist.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what do you reckon, Daddy? I don't fully understand. She said, me and Pan living in the big bed because we are Chinese. You and Siki living, you and her living in small bed because you are Aussie. She said, I'm racist. She's funny. She's funny. Yeah. Are you happy with the small bed for the spare bed for you sometime? Huh?Yeah, it's fine. You should tell her the room, the bed for you is a spare bed, you know what I mean? Mommy don't like the fans, right? And you do? Yeah, I don't mind the fan every now and then. It's hot. It's really hot. 好，我要去看小妞弹琴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在这里。如果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怎么样？请订阅并点赞。拜拜。你看看。我就要凶他，他就是不能听见一点动静。拜拜。